周丽淇大家还记得吗？当初她因为在监狱当中的一次采访在网络上面走红，那次采访中因为多次偷电瓶车被关入狱的她在监狱之中毫无悔过之意，称自己不可能打工，这辈子都不可能去打工，所以只能去偷去抢。那么如今她过得怎么样了？关注于叔，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周丽淇的故事。1984年，周丽淇出生在一个农村，一个居住面积约40平方米的院落，主屋被分成了面积不等的5间小屋，最小的一间堆放了旧衣服、凉席、竹梯等各种杂物，电线露在外面，有的悬于半空，有的搭在地上。客厅的墙壁没有完全刮白，地面是凹凸不平的石灰地，墙壁上的白灰已开始斑驳脱落，接近房顶的一段则是裸露的红砖，房顶由钢管、木梁、石棉瓦架构而成，偶有缝隙透进阳光，院里的三扇窗户都还没有安装玻璃，均用钢管和布帘与屋外相隔。除了父母，周家一共兄弟姐妹6人，周丽淇排行老5，她上面有2个姐姐、2个哥哥，下面有1个弟弟。2个姐姐已经出嫁，但兄弟4个都还没有成家。另外，村里的很多人都是初中毕业或者小学毕业就开始辍学在家务农，周丽淇也是这样。13岁的时候，她就已经从学校辍学了，但是她并没有像村子里其他孩子一样回到家，而是独自开启了流浪的生活。周丽淇的大哥周丽景表示，自己当时也已辍学打工，两人不在一起，他所知并不多。但他说，三弟平时会给父亲买烟买酒，对家里也很关心，只是平时回家少。他和家人也曾劝诫过周丽淇，让他好好找份工作，但周丽淇告诉他，你们做的工作不适合我，太辛苦。比如在建筑队，你们只能做些捞浆、搬砖之类的活，又辛苦，工钱又不多，所以我自己养活自己。也是在这个时候，周丽淇认识了一群同龄的男孩子们，之后他们成立了小团伙，每天在一起吃吃喝喝。周丽淇觉得这比在农村的日子可好过多了，自己这一趟真是出来对了。但是身上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所以他为了维持这一享乐的生活，就开始干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这个时候他认识了一个大哥，这个大哥拥有一门手艺，那就是可以快速开锁，所以周丽淇就跟着他跑江湖，也练就了一身好本领，可以在90秒内顺走一辆电动车。这样的技能让周丽淇尝到了甜头，他认为这种快速获得钱财的方法实在是太适合自己了，而且又不用出卖鼓励，也不用给别人打工赚钱。所以从2001年开始，他就开始以团伙的形式偷电瓶车赚钱，当然这样的日子过得也并不是很安心。首先就是担心被抓，其次他们偷来的钱也是挥霍无度，常常是一顿饭就吃了，所以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存到钱，只能够循环往复的去偷。在他23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被抓，关进了监狱里面，不过这一关并没有多久，后来他出来以后也没有改正，几年之后又被抓了，这次是在2012年。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受了一家节目组的采访，而这个采访就是让他在2020年走红的一段网络视频。当时在看守所里面的周丽淇有着一头浓密的卷发，还有黑色胡子也留得很长，看起来非常的不羁，也不修边幅。他的右手被铐在了铁窗上，只有左手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他整个人非常的放松，而且很习惯这样的状态。而他在这个采访之中，先是声称自己这么多年差不多已经偷了1000多辆电动车，不过呢，自己却一分钱都没有存到，所以只好继续偷，而自己又喜欢自由，喜欢过无拘无束的生活，所以给别人打工是不可能的。同时他觉得自己被抓起来也并不是很不好过，因为他认为看守所里边的人都是人才，所以来到这里他就觉得跟回了家一样。他还认为这里的人都特别的有趣，有很多人生经历他听的是津津有味，所以周丽淇对于自己被抓的事情非常坦然。直到2020年4月份，周丽淇再次出狱，也是这个时候他因为前面的采访视频突然在网络上出圈，被很多大博主或者自媒体人转载，然后他就彻底的火了，成为了一名网红。为什么他会火呢？就是因为他的打工人言论，他说他不可能打工，而这样的一个心态正是现在很多年轻人非常向往的。如今很多打工人都是没有自由受拘束，所以很多人以调侃自嘲的方式开始关注和了解周丽淇，于是周丽淇就彻底的火了。在他出狱之后，很多的直播公司和网红公司都找上了他，希望他能够来自己的公司直播，成为一个网红能够赚流量赚大钱，甚至有的公司报价是1500万的年薪。很多人都觉得这一下周丽淇确实是要去打工了吧，面对这么高昂的薪水，她不可能不动心。但是没有想到周丽淇全部都拒绝了，因为她说自己亦不明白网红是什么意思，在里面关了几年，对于现在的网络时代的发展我完全不了解，而且我想要自由，而对于我来说最自由的就是回家种地。最重要的是当时她的父亲生病在医院住院，所以她拒绝了所有公司的邀请，在医院照顾她的父亲。
后来又回到了农村老家生活了一段时间。另外，周立奇透露，任何公司都没有和我提过1500万的年薪，都是新闻乱说的。但是围绕着他的关注并没有停止，网络上的网友不断地开始寻找他的新动向，而那些公司平台也不放过这个机会，甚至跑到了他的农村老家去找他。面对这么多公司以及平台去分享，一个刚出狱的人只好出来发表了态度。他说，这么多的公司去争抢一个自称自己是不打工的男人，这些公司简直就是病得不轻。而后来可能是官方的引导，周立奇自己也发表了一段视频。据了解，他主要是一段道歉视频，视频中他告诉年轻人不要去模仿自己。他还称，我也承认自己曾经的行为非常不好，所以我希望以后能够好好的生活，以前做过很多不好的事情，通过这个视频在这里跟大家道歉。但就在大家都以为他会继续当一名农民时，他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电动车品牌的联合创始人。本来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电动车品牌的炒作，但是后来经过证实，周立奇确实是其中合伙人。对此有网友说，这样的一个人适合大张旗鼓的去卖电瓶车，并且在发布会上面露面吗？对此官方回应称，不管这个人曾经是干什么的，他依然是享有自然人的权利的，所以这是可行的。后来周立奇也积极的在网络上面露面，他创立了自己的账号，并且开始发布一些视频，这些视频当中都是满满的正能量。另外他关注了他们当地的警方账号，而且他还受邀参加了警方的直播，一起普法，一起分享知识，满满的正能量。如今周立奇在自己拍摄短视频之余，还会在自己老家种种菜，养养鸡，而拍摄短视频就是他最主要的事情。同时他也因为拍摄短视频赚了不少的钱，甚至有传言称他还开上了劳斯莱斯。究竟生活如何不好探究，但不管是否曾经犯过错，只要真心悔过，一定会被社会接纳。